御风而行，潇洒风流，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嘉宾的做戏理想呢？没错了，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柳御风。戏曲品味呈现网上节目后生仔讲心底，今天请来嘉宾是柳御风。宋明姐姐啊，柳御风呢，你知不知道我在哪里认识你呢？那时候你不是叫柳御风，叫梁淑明。我想你估不回了，想不回几时认识你的了。我印象中是在湾仔和你一间餐厅吃饭，这个是很后期的。不是吧？认识你的时候我很小，就我很小看你做戏，做紫钗记。紫钗记哦，清辉的时候应该就不是我做主角，我们是做一些。你做主角？不是，清辉我没有做过紫钗记。不是啊，你不是清辉做你自己搞的？有没有记得？我没有做过紫钗记。没什么？我是近排才做第一次做紫钗记。不是。是啊，我是跟庄师姐第一次做紫钗记。是吗？嗯哼。那以前是什么？是有些师姐搞紫钗记，我们是做，我做韦夏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是啊，我就应该不是。因为以前看戏呢，我就不知道谁打谁的。嗯。小时候嘛，不懂的嘛。跟着呢又很开心。因为曾玉蕾老师的时候呢，我已经97年了，上来学暑期班。你不记得我了。因為我不是暑期班的，那時候你是大師姐我們已經在學戲了。當然了，我是加入來練下功，因為放暑假很想感受一下粵劇，所以才哥白雲龍帶我上去試一下練下功。所以那時候看到你說哎呀來看我們做戲，然後之後做完戲然後拿回本相簿來看，哎呀好漂亮啊，真的即係好開心，即係我見到你嗰陣時候，哇！原來做戲係咁開心嘅，就攞住著圓領嘅相，係啊，咁就係韋夏卿啦，係啊，韋夏卿，咁所以時間過得幾快，係啊，97年到依家，以當年嘅大師姐，依家都係大師姐，咁啊，永遠都係大師姐，梗係啦。柳御風其實呢個名字真係好型，係好正，點解會有呢個藝名嘅咧？因為咧嗰陣時啱啱都唔係嗰陣時加入咗去油麻地新秀嗰度，咁啲人咧就話：哎呀，你做男仔嘅，你成日都叫淑明，淑明個淑字咧就太女仔啦，不如改個個名啦咁樣。咁所以就改咗，即係決心真係去諗個名啦。咁點解會叫柳御風咧？因為咧我好中意個好中意個風字。咁但係如果柳同風係遇到係其實係最靚嘅，咁但係就好似好漂泊，好似好被動咁樣啊。咁所以中間就落翻個御字，咁就有種駕馭嘅，唔要遇見嘅遇，柳遇見啲風啊嘛。係啊，咁但係你就會嗰個柳就變咗好不由自主咯，俾啲風吹到。咁但我就用翻個御字，咁就有種好似駕馭翻佢咁樣嘅感覺。即係啲柳咧就我唔怕風風浪浪嘅，係啦，我經得起考驗嘅。係啦，咁所以就用咗柳御風嗰三個字咯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喺舞台上面咧，見到威風凛冽嘅柳御風咧，就知道原來一個對於我哋後輩嚟講咧，都係一個比較多借鏡啦，比較即係有回憶嘅前輩。你都係有好多嘢俾我借鏡嘅，你都教識咗好多嘢㗎。我憑咩教你啊？有嗰陣時啱啱開始搞班啊，唔係好識，咁好多嘢都係你教我啦。你知唔知點解會有我呢個角色出現啊？麥家威啊嘛，係啊，佢話阿淑明咧，佢又搞演出，佢又即係可能未試過搞，你可唔可以即係幫下佢啊？我話得，你嗌到梗係做啦。嘅大佬嚟噶嘛，咁我同埋我係認識你嘅，係啊，咁同埋咧，我覺得如果你話喺一個演出要去籌備啊，如果你摸唔著頭腦嘅話咧，係啊，真係，咁不如就同你講話點樣搞。係啊，我記得你教我點樣畫位啊，點樣去搞飛板啊呢啲咁，教你點樣攞錢出嚟蝕啊。係咯，係啊，呢樣真係淒涼啊，真係。哎呀，其實搞演出唔蝕咧，好難，好難，好難。係啊，即係你話依家。一張飛五年前個票價同依家都冇乜大差別，冇乜變，但你的支出就大了很多，大好多。而且你話，譬如你話自己有要求，彩排要多一次，成本又多一啲咯喎。咁同埋運輸費又多咗啦，服裝費又多咗啦。你自己中意又置下啲靚嘢噶嘛？我知你啲普通啫，唔係好普通噶，你嗰啲嘢好靚嘅，係啊。即係你又好喜愛呢個行業，又好喜愛啲即係靚嘅嘢著上身，所以即係呢種投資係啱嘅，為自己做一啲
開心嘅。好似你咁啦，買定先啊嘛。係買定先，買定先其實有個好處就係唔使煩。係。係啊。要邊一件就有啦。係啊，即係譬如話下個月啊揾你做啲乜嘢角色啊，我有啊，得啦，唔使問人借。嗯。即係問人借，當然有人會借啦。唔係，咁而家我都要問人借嘢嘅。係咪啊？因為而家我治啲傷都未曾治足，即係未治齊啊。咁所以都有陣時，譬如要落班啊咁樣。都要去借啲裝身傷啊咁樣咯。未有。咁但我覺得戲班呢行又好好嘅，啲人知道你未有咩，又好願意借俾你嘅咁樣咯。你要借咩出聲？哎呀，多謝。出聲我唔知幫唔幫你。記住啊，錄低咗。記住啊，錄低咗。但係我唔知幫唔幫到佢啊。你梗係得啦。因為我哋身形其實又差啲嘅，高度就應該差唔多。係啊。咪著厚啲咯，係咯，不過我啲嘢都一般啦，我一般。我同你差唔多啫喎，你170啊嘛。我邊咁矮？175啊！哇，咁高啊你！標準林保新嘅身形嚟噶嘛？我168啫，矮你7cm。但係唔少喎，其實你喺舞台上邊咧，因為男藏女現啊嘛，係即係女仔嘅感覺就好似成日高好多咁樣嘅，男仔就好似矮啲咁樣嘅，因為你哋可能骨架大啲啊，咁就男藏女現咯，就厚身啲嘅個人。即係啲肉咧就厚啲嘅，係啊！有一次有鳳姐，我去訪問佢，南鳳，跟住我踎喺度啊嘛，踎完之後企起身，哎呀，明仔，原來你咁高㗎，平時我唔覺嘅，我不嬲咁高啦，鳳姐，係啊，係啊，咁所以咧，其實男仔真係有時唔覺嘅，係啊，男藏女現，係啊，咁所以咧，做戲上面咧，大家都唔知道哦，原來你幾多身高嘅，但係幾多薪金就知啦。大家都是不容易的，即係呢份工作真的不容易嘅。咁其實你點解會投身呢個行業？其實講話全職投身咧，我都是今年才是全職投身嘅，係啦。之前我一直都是自己有份工做緊，咁所以就好似你咁咯，因為有份工啊，咁所以就可以就買啲衫啊咁樣咯。係，咁就我哋嘅命運都好似咯。係啊，跟住而家就全職投身啦，咁就係。又好似阿波哥咁講嘅，乜都做咯，係係啊，乜都做。其實你如果你能夠駕馭到就，我覺得唔介意咯。嗯，即係我覺得角色嘅嘢就係你作為一個專業演員。係啊，總之你派到俾我，我都要盡我嘅能力去做噶啦。係咯，唔識咪學咯，揾老師揾前輩去指點，好容易啫嘛。係，我覺得戲班啲人有樣好嘅就係，只要你肯虛心去問。個個都肯教你嘅，都會話翻俾你聽應該要點做咯。係，即係好似借裝真箱咁啊！你開聲問啲人，一定會借俾你嘅。係咪？下次你試下問我睇下借唔借先。你借唔借？我試下。哎，我個裝真箱好重嘅，所以我驚。咪靚咯，實木啊嘛。係啊，唔係我包埋鐵。即係如果你將來你做個新嘅話咧，你一定要個師傅咧包鐵。嗯。咁你點掉都得啦。好。係啊，成教成教啦，嗱又教咗我嘢啦。唔係，因為我師公以前嗰個咧就包鐵嘅，佢個裝箱就幾廿年嘅啦，都冇都唔。介唔介意問一句？師公係邊位啊？文千歲。哦，唱歌好聽嗰個。同你師傅好朋友嘅。哦。係啊，咁佢哋都係好多年嘅老友啦。咁所以咧喺藝圖裏面咧就好多唔同嘅朋友夥伴，到你依家啦，你中意拍邊類型嘅花旦比較多？我喜意拍一些是大家都願意排戲啦，同埋係有商有量啦，同埋係好認真對待一套戲。係啊，因為其實我哋都喺呢一代咧，係需要揾呢啲夥伴。係啊，係啊，你話上一代佢哋有經驗，咁佢可能排少啲都得，都得。係啊，但係呢一代我哋都係希望可以。即係揣摩多啲，同埋觀眾都有啲變咗嘅，我覺得，因為觀眾嗰個變化咧，就係可能以前佢哋可以俾佢哋喺上高係台上係爆肚啊，或者講好多唔係劇本裡面嘅嘢啦。但係我覺得而家嗰啲觀眾嘅要求係高咗，你試下有陣時玩耐啲咧，你好自然會感覺到台下嘅觀眾其實係唔耐煩嘅，因為你好似又撐得太遠啦，我哋叫做即係隻船撐得太遠，啲觀眾係知嘅，感受到嘅。其實觀眾有少少唔係。好中意嗰種嘅模式啦，因為以前咧就比較俗套啲啦，係啦，咁所以而家寧願你去排多幾次，大家熟習啲，咁你出台嗰陣時候就大家都穩陣啲咯。排順佢啦，原來音樂嘅處理啦、場口處理咧，能夠熄燈變景就最好咯。係啊，我最記得有一個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嘅，最後俾我師傅話嘅狀元打好多，唔係係碟影紅利記啊，佢話唉。好多沙石啊，仲係，嗰啲沙石就係感覺你哋排得唔夠，唔係你兩個主角唔夠，
係啲下難排得唔夠。點解佢會咁講咧？佢話好簡單一個嗰、那個推落懸崖死嗰度咧，咁咪好自然你哎呀掃抽啊，咪三難嘅嚇，咁三難啦。咁你我一掃抽嘅時候，自然就係起三搭箭俾你啦。咁我就做咯喎，但係嗰個兵唔出嚟攔我喎。咁我就咦唔出嘅呢邊咧，又唔出兩邊、三邊都唔出，就得我自己一個人喺度三難，但係就冇人攔我嘅喎。其實佢話呢啲咪就係沙石咯，觀眾會睇到㗎，即係。那個感覺就不是那麼好了，是這樣的，其實這些是叫低級錯誤，是啊，所以李師傅畫了底，我覺得觀眾不明白我們排戲模式，他以為個個都是排過戲，但是觀眾不需要明白你的，我知道，觀眾來看戲嘛，是啊，我怎會，所以他們未見到，為什麼他們不動的，是啊，為什麼只有我自己在這裡走，是不是你們故意這樣做呢，即他們有很多誤解，他們不會覺得是故意，他們會知道，哎呀，那個人沒，有一個人沒動到了，咁但係呢啲我覺得觀眾唔需要明白你嘅，總之你係排唔好咯，呢啲就係沙石咯，咁就所以美師傅鬧都抵嘅，要記住喺個腦度咯，唯有。其實有時我哋又要可能做翻多啲功夫、就是，就係即係下難嘅，通常交俾舞台監督去處理噶嘛，即係真係處理唔到太多嘅嘢，我哋冇導演啦，冇一個，就算有總監喺度都係執錄處啲戲都已經用好多時間。係啦，已經好多時間。係啊。即是 以在下面的演員 去調教他們呢、真的你不是大型演出都挺難，是都挺難，還有有時候他們的下難自己都有一份工作、你很難要求到他、排戲時間都來了、樣所以有一次、做八和一個演出是、觀音得道、哦、李師傅做、總監、總監的、他經常捉我們去排個八仙，我做寒霜子嘛、初初有些人都覺得啊，點解要排啊？我哋係啊，平時都做開啦。但係佢一路排一路去調整，點樣可以排得個畫面靚啲？你有時以前嘅排場可能、大家做熟咗啦，但係未必話排出嚟嗰個陣容咁靚啊嘛。咁但係佢排完之後，第一出嚟嗰個效果咧係唔同曬㗎。即係有啲嘢就真係過去咗就作為參考啦，就係要改良咯。係啊，所以我覺得而家啲觀眾其實都係。想睇翻一啲有翻啲質素嘅、就唔係大家誒湊合成軍上去做完一套啦，咁就搞掂啦。咁我覺得觀眾嘅要求都係高咗，高咗，同埋佢哋都想睇新人嘅進步咯。即係佢想佢年紀一路大，都想見到你嘅演藝嘅力量啊，都一路跟住佢，係啊，成熟啦咁樣，一直跟住佢一齊成熟啊，即係同步去繼續支持你哋。係咯，所以你都會不斷咁諗下啊，有咩戲可以？送俾啲觀眾，可以俾佢有另一番嘅感受啊！係啊，點解你會做《狀元打更》呢一套咁耐冇上演嘅戲，一個咁大嘅挑戰？因為《狀元打更》其實係福星師傅同師母嗰陣時喺八幾年唔知九幾年初嗰陣時做過嘅，但係做完之後咧，可能佢哋就擺埋咗啦，從來冇再做過啦。咁係有一年好似係唔知2019或定2020，我都唔記得咗啦。就師傅攞翻出嚟俾我同阿梅姐做嘅。咁做完嗰次之後，咁我覺得啊，仲有啲嘢可以改進到嘅，咁或者可以係做得更加好啲啦。咁啊，再做多一次狀元打更咁樣咯。一就係就算冇贊助都好啦，自己做咁樣咯。唔緊要啦，你有仲有自己嘅積蓄啊嘛。係咯，係咯，使埋冇噶啦，有誒有樓有車有積蓄，誒、算啦，唔緊要嘅。係啊，為藝術咧係要有作少少犧牲嘅。咁但我自己即係當然啦，做完今次之後。是比個感覺比上次好啲啦，但係覺得再有機會再做嘅時候，應該再要去細磨一下。仲有一啲嘅位都即係連接位啊，都係一啲翹翹地咁樣咯。係啊，其實好多戲咧，我覺得越做越好做。係啊，你要磨佢咯，就要磨嗰套戲。譬如我中意做《雙仙白玉庭》咁，由我第一次做到第二次做到第三次做，或者到落香做，即係次次都有啲嘢可以去克服啊。係啊，我都諗住做雙仙啊，不過咧有個問題咧就係。我想做翻舊版嗰、那個，我哋咪做咯，即係有埋做翻《澤果營居》啊、《拜月》啊嗰啲啦。因為你呢個本身係其實係叫拜月記啊。咁要分兩日做咯。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咯，即係蝕一日啊，可能頂得住下啦。話蝕兩日就真係。唔係，你有啲嘢可以唔做嘅。同埋亦都要睇下觀眾咯，觀眾願唔願意連續買兩日嘅飛嚟睇你做日夜場咯？日頭做乜嘢乜？係啦，又或者就日夜場咯。係啊。我覺得總有觀眾都會欣賞呢種嘅模式嘅。係啊，因為我覺得佢嗰個舊版都唔錯嘅，同埋你《拜月記》一定要有翻係
拜月，兩個人拜月啊嘛。係啊，不過而家就改咗叫雙仙拜月咁解嘅。係啊，同埋咧，其實係以前即係依家仲有人嘅，有人做係用翻舊嘅版本，唔係搶散嘅。係啦，搶散都係搶散係唔得嘅，你會精神分裂嘅嗰個男主角。嚇！即係唔配合嘅嗰個性格，有啲唔配合嘅，係啊，精神分裂的。所以係兩個人物嚟嘅。係啊，但係叫做咩咧？搶散係一個主題曲。咁就啲觀眾會比較喜歡，同埋有得做搶散啲身段，係啊，咁所以又唔同啦。其實即係作為演員咧，又好難取捨，係啊，所以大家努力啦，大家努力啦。係啊，咁疫情裡面咧，應該對你影響唔大啩？都唔係太大嘅，因為我都有份工作啦。咁但係聽到其他嘅即係啲做戲嗰啲啦，都係比較困難嘅，即係有好多同我講係。哎呀，連倉租都交不起啊！咁不過咧，嗰啲業主就好好，即係知道係你唔係特登拖欠噶嘛，咁都俾佢哋拖住先，第日有工作做先交翻啦。咁就遇唔到啲業主咁嘅。哎呀，咁你係即係悲哀。再去遇下啦。係啊。咁我就覺得都人間有情嘅。係。但係對我嘅影響就唔係太大。係你係幸運咯。嗯。係啊，我都幸運係咩咧？我仲有工作。咁我都可以喺呢幾年期間咧，都冇試過奢，冇試過借，都係靠自己去生活嘅。因為我又唔係淨係用舞台嚟工作，我有電台啦、電視台啦，咁都 OK 啦，係咯，唔係我一樣嘢就係最緊要係令觀眾快樂，自己又覺得開心，自己又得著，係啊，又可以喺個舞台度成長，係啊，而觀眾又係開心嘅睇得咁，係得著其實好大嘅，其實做演員好幸福嘅，係啊，嗱我喺舞台上面又做過，就即係做過將軍，做過皇帝，一世人都要有機會做皇帝，喺舞台就可以啦。係啊，咁我喺電視又可以做醫生、律師一啲咁難做嘅職業，乜都做過啦。係啊，所以咧又覺得啊，人生裡面能夠做演員咧，都係一個非常幸福嘅事嚟嘅。咁如果俾你行翻轉頭，哎呀，算啦，我都係唔做演員啦，翻返去揾翻份工作，有冇曾經有呢種衝動？冇啊，冇啊，係啊，咁勇敢啊你？係啊，我都係諗住做戲嘅，係嘛？係啊，有幾耐都做咗幾耐啦？係咯，可以做咗幾耐幾耐咯？係啊，因為我覺得粵劇係有式微嘅趨勢，係啊，因為有時就係我覺得即係觀眾層係唔係冇啊，而係可能有疫情嘅限制啦。咁跟住或者係我哋落鄉嘅戲咧，即係近兩年真係冇乜，係啊，係啊，咁所以你話點樣去經營？真係好難經營，即係你去實習嘅平台都已經少咗啦。即係好彩仲有油麻地嘅計劃啦。嗯，係啊，你哋但係都未必係長遠嘅呢個計劃。係唔知㗎，其實人生冇咩長遠。係啊，係啊，所以佢覺得活在當下啦。係活在當下啦，同埋咧可以聽阿波哥哥咁講啦，留個錢係咩啊？好天斬埋落雨柴，係啊，咁其實好緊要嘅。其實我哋粵劇行裡面嘅人咧，即係好多人都係。即係日薪計啦，或者如果冇演出就冇，所以你話有積蓄嘅機會咧，就唔係話好大。佢同打工唔同啊，打工起碼你有我有醫療係嘛，我又有強積金咁樣。你呢啲你唔做冇噶咯。係啊，你乜都冇。乜都冇。係啊，你有病都要自己去睇啫嘛，我哋冇得傾翻錢嘅。有嘅係身邊嘅一啖傷，但係你唔可以。咁唔係嘅，咁仲有好多兄弟姊妹噶嘛。希望啦。係咯。我都好彩有啲兄弟姊妹，係咯，有兄弟姊妹嘅，本身屋企嘅兄弟姊妹，係啊，咁所以我覺得戲班啲人都好有情嘅，係啊，咁啊，我哋即係喺呢個行業裏面咧，即係互相輔助，互相扶持幫助，都係即係呢啲行裏面嘅文化嚟嘅，咁但係我又覺得個文化又依家同以前又都有輕輕都有啲唔同，咁總有嘅人心真係係咪啊？因為以前就。即係拜師學藝比較多，即係嚴格嘅，要求高嘅。你近年都拜師嘅比較少啦，係啊，即係你哋有幸就可以拜得行過羅家英為師，係啊，即係一個好好嘅前輩，即係肯教肯講嘅，唔容易咯。咁呢個緣咧就結得好啦，係嘛？係啊，係咪好難忘啊？即係加入到呢個家庭裡面都難忘嘅，係啊。都難得嘅，我覺得係難得啊！有冇諗過？從來有冇諗過有呢啲拜師咧？係嘛？
即係諗下，我唔好話自己去拜人哋啦，人哋收你先啦，人哋都睇你唔起噶嘛，我覺得你咁樣點收你啊咁。咁但係係一個係個機緣巧合啦，我覺得就係一個緣分到咗嗰一刻。其實我覺得恆哥都好有眼光嘅。即好似近來你見到佢收黃志良為徒啦，咁其實佢哋都接觸咗好長嘅時間啦。即以前有啲演出嘅，即可能佢覺得都係時候未，即支持佢未可以教到多啲咯。即我覺得啫嚇，咁都係嘅前輩其實都有咁嘅思維思想。咁你去撞多佢幾次啦？係咪啊？我得噶啦，我又有製造啲機會啊！我見到佢我都好開心噶啦，係啊，所以咧。其實我哋喺粵劇行裏面就非常之快樂嘅，所以我哋將呢種快樂咧就一一咁送俾觀眾啦。後生仔講心底，今日非常多謝柳如松柳如風同我哋嘅柳如松食嘅我。好啦，拜拜。我嗰陣時候係嚟到咗咧。先話俾媽媽知嘅，佢話嚇，佢點解你會無端端去咗香港啊？咁我話我想繼續讀書咯，嚇咁佢哋就我諗佢哋冇聲氣就係對我最大嘅支持咯，係，同埋即係。